想要这个魔法笔记本，还想要这个指甲贴。哇，零用钱完全不够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在急什么呀？马上就双十一了，小林玩具也要搞限量促销呢。双十一限量促销，天哪！小林玩具的所有店铺将在11月11号进行限量大促的活动哦。想要用最低的价格拥有魔法世界主题的全部文具吗？那就来看一下小林玩具文具套装吧。手账、笔记本、空白本、铅笔、着色贴、指甲贴，还有小林英语 APP 7天体验券。哇，真的好多呀！除此之外，还有超级多的超值优惠套装哦。其中啊，豪华套装真的是豪华的阵容，心动的价格。哇，真的吗？那什么时候可以抢购啊？哎，有没有限量之类的呀？具体的信息啊，请到小林玩具商城确认哦。不只是这些，购买商品套装的还可以获得主持人签名照片哦。对的，哎，不是还有双十一神秘礼物吗？11月11号，仅此一天。我们准备了超级神秘的礼物，哎，不是大家想的什么文具或者玩具赠品哦，这个超级大惊喜啊，我要卖个关子了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小林玩具官方微博和微信，我们之后会在上面公布呀。11月11号当天没有抢到也没有关系哦，我们在11月12号到17号还会有返场优惠哦。双十一当天的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的，不行，我要赶紧啊装进购物车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也要提前去准备一下啦。等一下，还有我。哎，我也要。